仙品蜂王浆，正好先喝了这蜂王浆补补精元。幸好那大脚雪峰都去找那个傻小子了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，这蜂王浆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。哎，臭丫头，原来你在这儿，这么巧！啊，这么多的大脚雪峰啊，这还不得折成马蜂窝了？嗯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啊！哎，原来你没死啊！我们找了你半天了，你看见军老大了吗？哎，这冰封森林太大了，大家都走散了，要不我们搭个伙呗？不跟着我！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家在边境城哪儿啊？那好不好玩？等我闲下来，你带我去逛逛呗。哎呀，小花郎，你不要再跟着我了！哎，不要跟着我，不要跟着我！大脚旋风啊！哎，挺可爱的嘛，跟普通蜜蜂没什么区别啊。什么？感觉这些小家伙对你更感兴趣一点。要不要我帮你赶走他们？不要。那就给小爷我闪开！在下风寻，这在我们蓬莱阁啊，只是雕虫小技而已。你真是个好人啊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这是什么呀？你的手流血了。我一见到血，我就会犯目眩症。那你怎么还打架？看到旁人的可以，自己的不行。这哪里是晕血啊？明明是惜命吧。好了。哎，谢谢你啊。难怪他们对你穷追不舍。那，吃了吧。我看你嘴唇发乌，神色不对。这个呀，刚刚滴上了我的血，本来就是难得的仙品，加之掺杂了灵石的精元，你吃了就不会胃寒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是吧？谢谢你啊，干脆我好人做到底吧。丑丫头，我宣布以后你就归我管了。这应该能给林家补补点精元，就当是水中救人回报。就是那里，我就是从那里掉下来的。哦，你就是从那儿掉下来的。嗯，那军老大呢？风寻。哎，玄毅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要不是碰到牧瑶，又凑巧看见你留下的记号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会合。哎呀，你又不是不清楚，我分不清方向。没事没事。哦，这是我刚救下的小丫头。哎，小丫头，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。我
我叫风小五。你也姓风啊，这么有缘。来，这是玄毅，这是牧羊，你们认识一下，好好相处啊。我们可不是来玩的，不相干的人趁早让他离开。玄毅就是这样，书读多了不懂人情世故。小五你别在意啊，这次任务这么重要，我们不能跟他在一起，万一是细作呢？哎呀，小五一个自身难保的丫头，难道还能抢走我们的仙灵果不成？哎，你，大嘴巴，一点秘密都守不住。你们吵什么呢？哎，金老大，你可算来了。你说啊，要是真留小五一个人在这儿，肯定没命出去了。你不会寒了？哦，我刚给他吃了蜂王浆。君老大，你不会真的留小丫头一个人在这儿吧？我反对她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可不是来玩的。是啊，君殿下，我奉师姐之命随您而来，也不希望参了什么闲杂人等。我才不是什么闲杂人等呢，我就是想走出这片林子。你们不都是灵士吗？修行之人不是应该扶弱济贫，救人为先吗？对啊对啊，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。既然你这么积极，那出了事你负责。那就是不反对了。走。小丫头，你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没事的，我还能坚持。这冰封森林呢，越是往里走妖兽越是厉害，只怕是修为不够的人到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。小五啊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你实在不行了我背你。不用，我真的可以的，你不要担心风雪。才一会儿功夫就收服风雪了，臭丫头挺手段的。假装被火云军营抓走，引得君临渊英雄救美，这样你就有理由可以跟在他身边。你可真行啊，说吧，跟着我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能有什么目的啊，还不是这里太危险了，所以你们走到哪儿我才跟到哪儿的。